殿下，我是因为被你赶出秦王府，没了去处，就到这儿来了。又来找你的好朋友了？你别生气，毒宗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，我在想应该是配药上出了问题。顾七少是药鬼谷的谷主，食遍天下草药，有他帮忙一定事半功倍。你就这么信任他？你放心，毒宗的事情事关重大，我绝对没有透露半分，我只是让他帮我配药。你就别生气了，下次有什么事情我一定跟你商量。如果我再惹你生气，你就罚我。如何罚？你是秦王，想怎么罚都行。那如果我不是秦王呢？那你也是我夫君啊。当初的事情是我害你差点暴露了身份，你跟母妃怪我，我丝毫无怨。殿下，殿下没事就好。那个殿下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出去了，你在这等我。不是让殿下在房间等我吗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房间里太闷，想出来透透气。今天是殿下的生辰，祝殿下长命百岁。我自己都快忘了我这个生辰了，你又怎么会知道？是宁静告诉我的。其实这个我早就做好了，本来打算一个人在这里给殿下过生辰的，没想到你来了。过去的事无需再想，以后你每一年的生辰我都会陪你一起。可惜啊，今天没有星星。不过你看，这里这么多的萤火虫。上次谁说过惹我不高兴生气就让我罚他的？今天是你的生辰，你想怎么罚？把眼睛闭上。